哎，大助理，今天给你推荐一款海盐小苏打牙膏，这个用了之后，那个你尤其是你的大黄牙，啊，来，让咱家人们看看效果。这是嘛的？来，赶紧的，赶紧洗刷刷。家人们啊，哎呦，家人们啊，有牙黄的哈，牙黄的家人们可以用一下哈，这一颗啊，可以用用，看看。咱一会儿看看大助理哈，咱一会儿看大助理的牙黄的嘛味儿啊。薄壳味儿，凉凉的，这是薄壳味儿的。嗯，这是口气清新，刷二到三分钟哈。尤其针对你的大黄牙，你要是说你这一个月不刷牙的刷一次，是不是显着特别白特别白的？嗯，有效果。哎呀，你看大助理的牙，你没看看的，你没看看，刷完了用你呲呲牙看看。打二到三分钟，效果非常好，是吧？那赶紧洗刷刷。家人们啊，有需要的家人们上咱小黄车看一下哈，咱小黄车上了很多品，家人们看看有没有你们适合你们的一款啊。咱一会儿看效果啊，咱一会儿看效果。刷牙是个精细活，别着急啊。你倒是快一点吧。哎呀，吃你脸！哎呦，吃我脸上还味儿还挺好闻呢。我也闻闻。你这不一人有福，拖带满屋吗？我也想闻闻。你闻闻，来。嗯。来，上这里闻。你上你爸这闻闻味儿吧。你在地。起来，你起来。爸。家人们看看大助理的牙白吗？你刚才应该让家人们看你的大黄牙。一会儿用，一会儿你用哪一款洗？来看看大助理呲呲牙干净点。哎呦，还真是那个呢，这大黄牙真给吸出来了，我跟你说哈，还真给吸出来了。家人们，去楼里边上咱小黄车楼上一单，咱就够用啊。我闻闻。